这血压跟血压哪里的啊？什么状况？我的心脏，这是什么感觉？白人心脏失去作用，我先急救，你去车顶提 AED。那安尼啊，啊，拄则不是拢我好？我先生，交我来处理，哦。医生，是你？阿姑，伊真正是医生，替我换生啊！救人上高的，你先进来，进来，紧救人，救人！你拢经验了侪年啊，你即马袂用放弃。紧，紧喘气，入去，还佫有一个足水的所在等你去看的。你爱的人，还佫爱你的人，拢伫咧等你啊！你伫咧吃啊，你伫咧徛啦，你爱加油哦，吼！好啦，我知啦，等下再讲。紧喘气，莫放弃哦，你千万唔通放弃，爱坚持。紧喘气。快紧！看起来如果到三天，你敢救人啊？我这少年真正出息了，做医生的，行到倒位啊，你救人救到倒位。加油！你有听到我的讲话无？啊！爽的。救我是在咋做呀？我看不清楚一些了。一定啊！哎呀，几乎满了便宜。伊那是行过来，来看到阿太，这嘛是要安怎？我来见头，啊！直接行过去看，唔到怎些人啊！赵江，是。只有看到三台，那无三台一定会无命。我只好改变。哎，我真正想袂到讲金花啊！我多生一个这么大的后生，王总裁，你嘛是在我妈？我唔但是在你妈，还佮有你个做议长的老爸。你是集团的总裁，也是在我爸，嘛唔是甚物奇怪代志哦。袂滴啊，恁一家伙啊，我拢珍惜啊。阿姆哥啊，讲实在，我是感觉你啊，佮因无啥同款。你看你，你生了只烟斗，佮只鸟将才。哎，袂歹，是王总裁无气嫌啦。其实哦，我阿阮爸阿妈足头疼的，因为我一离开厝内，若要一年嘛有半年，常常拢互伊找无人。啊，找无人的思念后生，这是正常的啊。问题是，啊，你这么优秀，伊是安那感觉头疼？应该感觉惊我唔了对。有时阵看代志的角度。嘛爱看时代的需要啊！其实啊，今仔伫咧停车场啊，我有看恁爸。是哦，我也无注意到。
因为迄时阵啊，你真专心咧，甲迄人急救，所以你嘛无注意到我伫遐。哦，我看恁爸啊，我嘛有甲救啊。后来伊唔知拄到啥，然后伊就无去啊。我是咧想啦，若是迄个时阵伊有看到你啊，一定会想讲哦，啊你倒来时阵无先倒去厝，你竟然伫遮咧救人，爸面会甲你点两句啊？唔是念，应该是骂。你看起来，王总裁，你对阮家的人真是足熟的哦。连阮爸的个性拢知。唉，大局长呢，想不熟。是讲哦，我较想无的是，伊落行啦，我都教出你这种这么优秀、这么有爱心的后生啊。看起来，总裁，你有吃过阮爸的羹哦。其实哦，讲真的，我即马愈看你，我愈感觉啊，你甲平家伊家伙啊气质哦，真正无啥共款。刚有，迄、那个彭丽红是你的阿兄还是小弟？是我小弟。哦，所以迄块啊，就甲恁爸较同款。啊，那你哦，就较无相像。刚有影，有倒位无相？因为你有爱心吗？你会走去马拉威遐远的所在去做位无国界的医生啊？像你这种爱心哦，甲因哦都无同款啊。富美阿姨嘛是一个足有爱心、足公正的人啊。像阮嘛，表面上甲伊竞争。啊，不过私底下就该尊重的啊。对啦，那讲到迄木村理事长，伊做人哦，确实是正派。啊，不过啊，讲到底，伊是同款嘛是甚物代志，最后爱听院长的。咱熟识哦，无介久啊，啊，我一棍头甲你讲啊济啊，甚至去批评恁厝的人，你是毋感觉真难叫？这问题，我讲袂当。保留不回答，因为感觉刚才讲拢唔对诶。其实啊，我是真正欣赏你这个少年诶啊，所以我才会甲你讲这啊。而且我看会出来，你甲因相处啊，绝对是袂歹。这还看会出来？你真正无需要感觉歹势啊。我甲恁哥啊当作是家己诶小弟啊，所以我看到你啊，我嘛当作是家己诶事实，所以我讲话哦。就直接吧。到底搁倒一个朋友出代志，我拢无讲清楚。三哥，嗨妈，你是伤久无看着我，认袂出来你后生生作安怎是吧，妈？我是回来啊！昨我跟你爸才去讲着你，哦，你敢若白较乌的？妈，是你变较白，变较水啊！哎呀，你的嘴就是这么甜啊！是讲你安尼一去哦，都要几年的，打电话给你，常常拢无你接啦。亲像伊安这么啊优秀，这么有爱心的后生，你咪爱感觉骄傲？你来看。唔那修家种宅，佮有爱心呢。这要倒找啊？你是后生呢？骄傲是骄傲啦，啊，不过我常常找无着人啊。阿三哥，你看啦，伊这边转来，拢无甲我讲一声的。妈，歹势啦，这届我是送一个病人转来啊，总是爱家己处理好势，才会当予你一个 surprise， 对无？对，这么大的 surprise， 妈就希望大家安尼给你烂掉掉啦。好啦，啊，今麦你要想要安怎烂，就安怎烂，好不好？啊，王总裁伫遮，安尼拜看啦，吼。三哥，我都因为伤久无看到我的后生，所以欢喜了过头，而且你唔能见怪啊。是要欠怪啥？那讲到思念后生这款心情啊，我比任何人啊，搁我都理解啊，所以你这也算正常啦。是讲恁敢那真心哦，嘛那亲像真会讲。无啦，啊你今仔发生一个代志哦，啊你是有甲斗三工着，啊加上哦，伊甲宋文朋友啊去急救啊，然后救倒来。我一方面是感谢伊，啊一方面。对伊嘛算好奇啊，所以加干几句。我的后生就是安尼啦，不管去到倒位哦，拢会当救人。
啊，亲像今仔日有法度顺手去救到因阿舅的朋友。对对对，我拄则嘛是安尼甲学落的。歹势，我真正无法度，要继续甲恁讲，我要等去开会啦。你呀、你真正袂歹。闲工有闲啊，咱才阁好好讲。这王总裁当真是袂歹，虽然哦是头一摆见面，但是毋知为虾米，有一种感觉，感觉伊是一个足好的是大人。当然啦、因为伊是恁爸。哦，恁爸的好朋友啊。干嘛呢？伊拄则讲到爸爸的时阵，迄口气，无亲像好朋友诶。哦，大人诶世界哦，本来就较复杂，你以后得了解啊。这是哪里？我哪会在这？有人无？金光，金花啊！金光，到底想怎？这是什么所在？刚刚我已经死了。我不是去有啥弄着，那是点仔伤拢无。一边开车弄我，我若是无死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啊，金光、金花因人咧，因为放我唔管的啊。不过我哪会感觉，我刚刚困了一久。心就疼，疼到无法度喘气，疼到我想要放弃。不过，敢若亲像有一个少年人，在我耳旁边，一直对我话讲：“加油，加油，你会当好去，你要坚持落去。”迄个声音我从来毋捌听过。不是金光啊，不是哥，不过我敢若是因为迄个声音，才有迄种想要拼命活落来，重新看卖这个世界的感觉。迄个少年人到底是啥？奈何我有这种感觉？有人无？够人听？有人听着我？